您所抽到的是第43签终极诗文，是一直观书火急催，扁舟速下浪如雷，虽然目下多惊险，保汝平安去复回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一直观书火急催，眼前这张官府的重要公文是以非常紧急的速度催促着你的行动，要立即赶快开始。第二句，扁舟速下浪如雷，就像是一艘小船顺流而下的速度非常快，湍急的江水激烈地拍打着船身，发出了巨大声响。第三句，虽然目下多惊险，虽然眼前所见到的景象遭遇令人惊吓不安，并且感到危机四伏，凶险万分。第四句，保汝平安去复回，但是在神明的庇佑之下，保证让你可以安全地抵达目的地，又能够平安地返回。